对，我胳膊底儿去年第一次脱，觉得还挺爽的，因为脱那一瞬间，我以为锁骨断了，我要完了。然后下意识起来，然后摸了摸锁骨，一看，熬夜，熬夜，那确实是没断，心中的万幸。上救护车，然后踹个二十窝给接回去，这样掉了两个月，掉两个月啊。嗯，我这个手都放了快一个多月了，因为你首次脱臼的话，你那个要好好的，因为你不然的话以后习惯性脱臼。脱臼，我这个也是当时，现在就好了。就一个简单的动作就给我弄脱臼，我完全没想到。是怎么回事啊？跳舞的时候咔一下手指就这样子了。那就手指脱臼就晃到了？不晃，不晃，它是从那个窝里面出来了。对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一只手。然后去医院，医生给你搬回去，自己还不敢搬，不敢。